各位印度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赵说风水，我是老赵。那么这一天呢，给大家分享库贵砂。那么说到库贵砂呢，其实呢就是方形的砂体啊，一些方形的砂体啊。就类似于这样子的，或者呢，这样子的，一些方形的砂体，库，那么就仓库的意思，柜，那么就是柜子啊，装东西那个柜子的那么一个样子，其实呢，就是一些方形的砂体。那么库柜砂呢，它是主要用土啊，是主要带的是土啊，库柜二星也。主父啊，因为这个库柜呢它是土，这样说呢库柜呢它有装金银财宝的像啊，库仓库柜子呢也是装金银财宝的，所以呢它主父。据水口之地发福更准啊，那么这个就是在据水口啊，那么在水口的地方，水口呢是指的两水交汇的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发福更准。合着为什么呢？水口乃四居之木库，库归在此，名为得地耳。辰戌丑未俱是土，星宫比合故也。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水口呢，它指的呢是四木库的水口啊，指的是四居的四木库水口，那么就是一星定轨，或者是辰戌丑未。那这个辰戌丑未呢，因为这个四个方位呢它是土，那么并且呢这个库柜呢它也是土，所以呢在这四个方位啊，在这这个水口啊，辰戌丑未为水口的这四个方位呢就为得地。另外呢这个得地呢宫星比合啊，就是星宫比合呢星那就是说指的是库库柜这两个土星它是土星煞。那么比合呢宫呢是就是辰戌丑未宫也是土，星也是土，所以那叫这个宫星比合。其中最妙的魔国于艮艮为天士元掌管掌妇孺之所又属土，与星比合。那么最好的呢是艮是在艮宫。那么在艮宫呢有这样的砂体有这个方形的砂体那么这个艮呢，因为它属于天士元那么在二十三当中呢是最吉的，所以呢这个它是掌管妇孺这个发福发贵之所。但是呢它又是土这个并且呢星会不会呢它又说这个土星煞那么艮呢它属于艮宫呢也是土，所以呢与星比合。假如庚龙入手，举个例子呢，假如是庚龙入手立的呢是庚辰甲相，或呢这个庚辰甲相或卯辰酉相这个呢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家卯同宫嘛。然后呢水出丁要么呢水出丁也就是说指的是左水到右，要么呢水出丁，要么水出一水出丁呢是在本水出丁呢是在本局的木库上消水，那么水出一呢是借库消水那么也就是旺下木局的旺下这个要么丁是本局的库上消水那么在一上出水呢是等于借库消水，也叫自往下借库消水。
然后从这两个上面我们看呢，这个也就是说呢，水它必须是合局的啊。艮上有库贵杀啊，那么在艮上呢，艮引方有库贵杀啊，方形的啊代表的。富贵杀，名为临官富贵啊，因为呢这个相呢它是一个啊木局的啊旺相，木局的旺相，木局的长生官呢在枪海，长生木玉官带临官，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有杀呢，艮引方有杀啊，那么这个呢就临官杀，并且呢它是一个临官贵啊。它并且呢还是一个库贵杀呢，就叫临官库贵，上应天星，主局富。这个杀呢啊，因为它是库贵杀属土啊，并且呢它在艮位上，艮属于土，那么天四星，那么它属于土，所以呢它上应天星，因为天四元的天四星啊是艮，那么就是上应天星，那么这个呢？为什么说啊？那么主局富呢？第一，它是德位，这个杀呢，德位德地，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又在临官方，那么又出现临官风啊。它虽说是个库贵杀，但是还是个临官风嘛。那么这多种原因呢，所以说它这个呢才会出局富啊，也就是说这个杀是最好的。再的兵锋交印啊，丙方。那么再有一个风，当然了，那么这个风呢，可以说啊，你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啊，最好的呢，这个风啊是这个得地得位的啊。当然，只要是不是歪斜跑的方圆兼秀的，那么在兵方，那么这三个都是吉的。疏云啊，艮丙交印，富可敌国啊。那也就是说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跟大家啊，这个呢，它还属于三吉六秀方，三吉六秀方呢，这个它另外一点呢，属于艮纳丙，也就是艮见丙，它还属于见引风。那么见引风呢，然后呢，艮丙交印，所以呢，这个就更吉了啊。所以呢，艮丙交印，富可敌国。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例子，如。在坤申啊，如果呢这个杀呢啊在坤申有啊库贵杀，立的呢是甲三庚下，水出心虚。借主发富，但少吃于根。那么咱们看看他这个啊，甲三庚下啊，甲三庚下呢，咱们就不说来龙了啊，因为这个章节中呢没有提到来龙。那么咱们来看这个立的什么相？立的是庚下，庚下呢是金局的旺相。那么也就是说，从金局的张生方来水过堂，那么。到西西方出水呢，为借故消水。首先，那么这个局啊是合局啊，下合水是合局的，下合水口。那么另外呢，在坤申方又有啊这个库贵杀，那么这个库贵杀呢，同样长生木与官带临官，那么在带坤申上也属于啊这个啊也属于呢它这个临官啊临官库贵。同样也属于临官库贵，并且呢，它在空宫，空宫呢也属于德位德地，但是呢，这个为什么会少次于艮呢？因为艮为天四星，那坤在这个天星上呢，那么本来呢就次于艮，所以呢，它这个力量呢，对艮而言，那么稍有逊色。颐和库贵得地啊，同样呢，这个呢也是啊，符合库贵得地的。在南方丙午丁之地，
国土相生。那如果他是在南方的丙午丁之地啊，这个啊富贵杀，那么南方的丙午丁啊，因为它属火，那么这个富贵杀呢又属土，所以呢它是火土相生啊，火土相生立丙午相。如果那么立的是丙午相呢，以大发富贵啊，同样呢也会大发富贵的啊。那么他一定呢，要么是立的丙午相呢，同样是左水到右啊，过堂，那么要么就丁未，要么就辛戌啊。说呢，这个为什么这个他这个杀在这儿呢？因为这个杀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如果它近的话，那么也可以把它当成暗山；如果它远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当成朝山。但是呢，这个杀啊，这个杀呢，它属于朱雀杀啊。另外呢，因为它在丙午丁之地，这个方形的杀地在丙午丁之地，那么所以呢，这叫火土相生啊。所以呢，这个呢也会同样呢也会大发富贵的。如举向上入位，主发横财最准。那么如果他在巽四方啊，如果在巽四方呢，他同样那么也会大发横财的啊，在巽四方。因为如果他在巽四方啊，这个巽四方呢还不如啊，其实呢他不如在这个艮寅或这个坤身上啊。因为在巽四上呢，他已经啊带了一定的木气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啊，如局向上入位啊，那么这个呢，这刚才讲到这两个呢，就是艮寅和坤身，那么都属于它都属于向上的啊临官位啊，上方的临官位。当然了，那向上入位呢，那就是在寅在申，那么这个呢是在巳上。那么它就是为向上入位。那么如刚才的意思说啊，它就是在如果这个杀体呢在向上入位，并且得地得位的话，那么就会呢发横财呢，发财更准。那么库贵总结一下，那么库贵杀呢，它就是啊这个装金财宝的，那么它有发富之效。啊，那么并且呢，库贵杀呢，它属土，所以呢，在土宫啊，就是或者在火宫，那么土宫是本宫，在火宫呢，那它属于这个星宫比合，那么要属于要么就是宫生星，那么这样的呢，都是会发富发贵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它最好的呢是在临官方啊，因为临官方本来呢，临官呢主发富贵的，但是呢，它又是个土行的。那么所以呢发福更准。入位在向上入位，如果是火生土的话，那么在向上入位，那么这个呢是发福更准的。最重要的一点呢，那也就是说啊，不管你是什么杀，在什么位置上，但是呢这个相一定要合水口，如果没有这个根基，你只有再好的杀，你发福也会不准的。好，那么这一节的库贵杀呢，就给朋友们呢分享到这里。如果有朋友呢喜欢老赵说风水这道视频的，也欢迎呢关注老赵说风水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呢有朋友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有什么要咨询的，也欢迎呢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我呢也会在第一时间里呢回复大家。好，谢谢大家，再见。